下面是中场休息的时间，让大家放松一下，让我们有请郭德纲、于谦。哎，我在，没有这么不谦虚。这一晚上够860个男神了啊！谢谢吧。啊，受累了啊。哎，这你这排在他后头啊。可以，哎呦，送花来着。嚯！于老师，哎，你看人家送咱们这菊花多好看。哎，得了，您收着吧。哎，谢谢吧。又来，哎呦，了不得了啊！这是什么呀？我用你说啊，这还有于老师，您也接两句啊，哎，给拿来的啊。快回去吧，座儿丢了。哎，了不得了，哎呦，又来菊花了。啊啊，好，在那儿待着吧。待会儿演完让他过来吧。我在这个台上干了快10年了。每次演出啊就跟进货来似的啊，都得拿点回来。来就来，千万别花钱。是，咱实话实说，花这么多钱买这花，搁不了几天，你知道吗？这说买别的，你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就不如把钱给我。谢谢，哎呦，还有绕过来的呀，这可是菊花，我告诉你。看着就过瘾，那是啊。这北展门口所有卖花的，屋里边都供着我的相片啊，拯救他们了，那指着我够吃的了。这场节目我特别开心，怎么呢？我这个心情啊，就跟拆快递似的。什么？明知道里边是什么，但是还很激动啊！就那么期待吗？说相声的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对我们来说不容易。是，其实最难就是我们这个行业。怎么个难法呢？艺人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。哦，哎，这个活到老学到老，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。这底蕴嘛。你到现在每天没事我还愿意看看书。哦，还学呢？甭管诗词歌赋、古典文学啊，都得看。哦，啊，都得看。你看那个，我最爱看的那个什么呀，《封尘榜》啊。这个书虽然说是明朝就有，但是明朝就没有这个。怎么没有啊？《封尘榜》啊，姜子牙吗？《封尘榜》吗？姜子牙那叫《封神榜》，您看的那可能是《封尘榜》啊。封什么？《封神榜》。封神榜，对啊，看封神榜啊，还有吗？什么四大名著啊，三大预言呐、啊，这都爱看。我你先等，哎，我这都新鲜啊。怎么呢？四大名著我听说过。四大名著啊，三国、水浒、红楼、推油啊，这不，我打6岁我就。不是，您说的还是封神榜，知道吗？怎么回事？你成心是吗？那什么叫推油啊？叫什么油？西油。忒爱看西游了，嗨，您这个词儿用在这儿太不合适了。四大名著啊，西游，三大预言。三大预言我没听说过。你没上过学啊？上学讲三大预言了吗？三大预言呢，都是什么呀？农夫和蛇，中国先生和狼啊，郭德纲和他的徒弟们。哎呵，就这后边这最热闹。这我都爱看。是啊，对，大伙儿也都爱看。那是啊，爱看是为了什么啊？是为了把相声说好。哦，但是你说这么努力，在这个台上，郭德纲只占20%。
你才占20%啊？就这段相声，就这个舞台上，我只占20%。那剩下的呢？剩下80%，嗯，是于氏家族。倒是没少说。于谦啊，于谦的爸爸，于谦的媳妇儿，于谦的孩子，哪个也没落下。那是他们家占80%。哦，这比例。但是实话实说啊，嗯，我一定要解释一下。您说说吧。说你说相声干嘛非得说人家家里面呢？哎，对，这您说说。我们从相声的专业角度来探讨。嗯，好过瘾呐！哎呵，这是专业的角度啊。你知道多开心的，真的。那这是你开心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嗯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是吗？就我们两个人，嗯，有没有这个桌子也说相声，有没有这个大褂也说相声，这是无所谓。我们不像人家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、小品，嗯，我们一切都是虚拟的。哦，演话剧说这有一冰箱，你必须有一冰箱，你道具吗？我们这儿没有，时间、地点、场合、人物、矛盾冲突、喜剧包袱，全是我一张嘴描绘出来的。这说难就难在这儿了，嗯，而且我们要求观众最快的速度进到故事当中来。哎，你要是演小品，我们进入一个人物，那个比这个简单。哦，他要真要演小品，省心了就啊，是省心了吗？比如说我们俩演小品了啊，我占一胡子，嗯，我演他祖宗，哎，然后我中午下班回来，哎，他是，哎，我说孩子正吃饭，不是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咱俩还是踏踏实实说相声吧，这辈儿下去的还少点，知道吗？观众有的时候也一时糊涂，老以为我们说的是真的了啊，说这么些年老认为于谦的儿子是我的列位，我能承认吗？不承认，不是不承认还是是。我能认为那玩意儿那是真的吗？对不对啊？这本身就不是真的。所以你一定对孩子好就行。你哭什么？就是有时候，有时候写作业要是啊慢了，孩子晚上累了，你也别说，你行，不带您这样。还有人说你台上老说谦儿嫂如何如何，啊，列位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话对。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哎，台下真见了嫂子，咱们规规矩矩的，应该这样。嫂子好，你瞧这多规矩。嫂子也很大方，是吗？死鬼，哎呦，你怎么不上家玩去了呢？那咱得客气。是，最近这于谦在家呢。是客气吗？你就这么客气啊？这就是开玩笑。有这么开玩笑的？人家两口子的交情，针插不入，水泼不进。哎，我们基础好。人结婚的当天，我们看着都感动，是吗？当年他结婚那会儿，我在外地，我拍戏呢。婚礼啊，于谦结婚，我说我必须走，哦，我一定得去一趟。嗯啊，风尘仆仆打云南赶回来，嚯，他都愣了，嗯，以为你来不了呢。我什么话，嗯？什么话？必须得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婚礼上我还讲话呢，你是得说几句啊。希望谦哥的婚礼，嗯，越办越好。哎，啊，我是一年一次是怎么着？说这意思，发自肺腑的祝福。就别拜了。中午大伙儿一块儿喝着喜酒，吃着饭。嗯，我们这儿还没喝完喜酒呢，两口子手拉手走了。我们上哪儿了？马路对过有一纹身的。我们纹身去？要纹身，也够没溜儿啊！就是要把我对你的爱纹在身上，刻骨铭心。这一屋子客人。喝酒吃饭啊，哦，人两口子马路对过儿纹身啊，一进门啊，嗯，谦儿纹身，哦，纹身那小师傅，嗯，哦，于老师啊，认识我纹身呢，啊，哎，对对对，嗯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儿个我结婚，我打算纹多少？今天因为跟你说实话啊，我们两口子今天酷，冬天去的这啊，光膀子啊，哎，光膀子趴在那儿。有字，来来快啊，赶紧往上纹啊，嗯，纹身这师傅吓一跳，是啊，不是您看看您挑挑画挑，对呀，啊，挑挑字儿啊，纹什么呀，纹什么呀，啊，不就我说你写，我来嚯，这么即兴啊这玩意儿啊，纹身这师傅吓坏了啊，我的天，来吧，真写呀，啊，拿着这个啊，哦，您说吧啊，是啊，我叫于谦，我今天结婚啊，我娶媳妇儿，嗯，男方叫讨老婆，哦，我特别开心认识我太太，以后我们俩要好好的过日子啊，嗯，我不会对不起她的啊，是是，说瞎话是个小狗，对不起她，天打雷轰，快谢，咱精炼点不行吗？这个，这小师傅呢，初三都没念起来，那还干这个呀？对，这个
文化水平有点问题哈。哦，啊，你随说他随写，那就写，就难免有错别字什么的。还有错别字，有时候写完了又划了了。别划呀，画一叉都行，多疼啊！还有汉语拼音都有。好家伙，这一后背啊，先补课去吧，让他。这一后背满满当当，全满了。好家伙，最后一个句号纹完了。嗯，于谦倒在血泊中。我能活着就不错啊！嫂子感动啊！是啊，没想到这嫁了个疯子。哎，这是感动吗？那个什么，我也纹。他是他来的吗？老公这么爱我，我也纹。你纹什么？我跟你说呀。啊！哎，写不了那么多字，知道吗？他瘦啊，瘦也不行，不用你他胖呢，媳妇瘦，这、啊、想着腿上横着都有啊，这没有，把纹身这师傅吓的呀，那是没见过啊，嫂子也弄一光膀子啊，嚯、哦，来，指不定谁是疯子呢啊，来，快点，嗯，纹身这直哆嗦，那是啊，要不你们俩杀了我吧，哎呀，人家都看不下去了，那个我给您弄什么呀？是啊，那个我老公那是什么呀？啊。你老公不在雪里躺着了吗？哎，自个儿看吧。我叫于谦，我今天结婚特别高兴，嗯，一定要对我媳妇好，嗯啊，北方叫娶媳妇，南方叫讨老婆。就别说俚语。括号完 啊, 啊，然后以后要对她好啊，说瞎话天打五雷轰，说不是小狗都写着吗？哎，就这意思。好，你好，你给我这儿纹。好的。哎，那你问那么些这干嘛呀？就俩字儿到他这儿。于谦醒过来看看，啊，不满意啊，多新鲜呢。好家伙，我这后背跟字帖似的啊！你就来个好的，嗯，好的还这么点小字儿啊！我这后背真草隶篆名人字画全有啊，还有叉子呢。媳妇儿，你这样就不合适了 啊！怎么还有汉语拼音这玩意儿啊？是啊，你这样，你得好好的表现一下。这怎么表现啊？你得写上怎么爱我在你身上。哦，媳妇儿说那就来就腰上吧，腰上纹啊，我爱于谦。啊，这也行啊，这对。纹身的说那只能在腰上，怎么呢？因为他后背还有别的呢，我爱王二，我爱李小五，全爱、啊、我爱张三，我爱伊万诺娃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爱米斯的孙，不错，给我写的靠下就行。那行那行，嫂子这后背跟百家姓似的，好家伙，还有副姓都有啊，还真全。最后在腰这块空地写上、哦、我爱于谦，行，有我就行。两口子这回来过日子、哦、过了现在，说句良心话，台上有时候拿嫂子开玩笑，是逗着玩，是吗？真见面真不敢。是人家俩人那个两口子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是不是、嗯、就是今天你看了吗，现场这么些人、嗯、嫂子没有时间在台下坐着，那在后台跟着忙活干事啊，就是德云社的事儿里里外外他媳妇儿帮着张罗，以团为家。其实来了这么些客人，竟是嫂子帮着接进来的，是吗？啊，就在这几个门接这些客人啊。有人的时候就接近了，没人的时候自个儿能抓把瓜子儿倚门框等着。您说点接客呢，那不是接客人知道吗？你这人啊这就没意思了，有什么废话，什么大喜的日子你我说什么你都点头，就凭什么呀？我真的、啊、你看这台下你看看这鳌拜人家是不是啊，多好啊，净接自个儿人了。那是啊，别次接自个儿人这可以打一八折。没有折扣。后边其实来了好些人，嗯啊，好些位都是我们这些年围下来的朋友，是交情，看着发自肺腑的感动，可不是，何德何能啊啊！而且今天来的嘉宾还有原来说过相声的，哦，原来说过相声，后来不干这行了，但今天赶上这个日子，我一定还要说一回相声。你瞧，哎呦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啊！是吧？啊，我心说怎么还有这么不知死的鬼？哎呵，这叫什么话？人捧场吗？但来这人。你认头让他来吗？当然，人家这是热情捧场啊。他比咱们可大一辈儿，咱叫叔，别管他叫叔啊。那也行啊。那个，我认为你还让他来吧。当然得来，因为咱这个婶儿可漂亮。哎，是啊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刘威。哦。音乐听着很悲壮啊，
对，复兴场上是，但是我出来的很猥琐，哎，因为这个大褂不是特别合适，显得我胸太大，有点勒得慌。我们倒没看出来，是吗？什么眼神啊？这么大胸都看不出来，你没这爱好。您那手拿开了，是不是就呼噜一下子？攥着两瓶矿泉水吧，这是。我走了，你们还得擦这台。我得着重介绍一下。不用着重，慢慢介绍就行。得说，您各位可能知道，哎呦，演电影、演电视剧的刘伟老师是，但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内部，我跟于谦我们这个身份的，应该管他叫一声师叔。对，这个辈分。哎，他从小说相声，在吉林学艺。他的老恩师是马静博先生。哦，说马静博可能你们不太清楚。马静博先生的父亲是马桂元先生。马桂元先生的亲弟弟叫马三立。哎，对，真是有传承。对，这是正经马氏相声的传人。对，像我们这法的你摊小一辈儿，得叫一声师叔。哎，您跟谢楠要演电影那客气。你是吃了不好的东西吗？哎，对，师叔应该是啊。对啊，那个这个啊，可以不这么叫，早都不干。来来来，辈分在这，我们这行是这样的啊。是慢说您不干这行了，就哪怕说您枪毙了，或者是干嘛非得枪毙了？就是啊，自尽了，不管怎么没怎么能背了。就我们哭的时候也一定会提到这个背。我凭什么呀？无气也能孩子还小呢，哎，有我们呢。别看不干这行，我们之间的交情特别的好，相当不错。那是肯定，那时候很疼人。嗯，就不像快六十的人了啊。不许说我的假岁数，不能说，不能说啊，六十是假岁数啊，嗯，七十多了。我再到十年的时候，就是三十周年的时候，你给我也预备一轮椅得了。行嘞，您得担架啊，那得能立起来，那捆上啊，给您啊，对，来大坏吧，我是回民。这担架跟民族没有关系啊。怕宰了，主要这些年没说相声，您还想这行吗？想啊，要不怎么上这儿来了？罢了，主要是想你们。这句话说的心窝子里边是，净拍戏了。嗯，当然，说相声拍戏也不少。对，你包括谦儿，其实也没少拍戏。我们俩就拍过，是不是？但是咱们仨也拍过，业余玩。我就是跟着起哄。是，谦儿那些年正经拍过几年的戏啊？对对对，拍的那个电影《他的男一号》是，电影叫《寡妇》。男一号，我演寡妇。这个开篇一开始啊，就是一个坟，那碑上啊挂着签一个相片，哼，然后整个故事是这女主人公怎么不容易带着孩子，然后这么一个题材。男一号就一镜头，这有稿酬吗？这还要什么稿酬啊？看得清楚就不错了。哎，拍过这戏，后来还拍了一个戏，也是于老师的男一号啊，还是那个电影叫《墨》。哎，这个比较高深。哎，什么意思？男主角拉着墨周游世界。我演驴是吗？反正是一圈一圈的这么走啊。那周游什么世界呀？后来还拍了两个戏都没让播。什么呀？一个是《舌尖上的足疗》啊。多恶心，这戏拍的。啊，翻译成那个英文名字，这片子叫《咸滋滋》。哎呵，不让播。废话还不让看呢，这是让看让看让看，是啊，我们都偷着看过了啊。还拍过一个叫《来自东莞的你》啊，这是不让播那个。到东莞就不干别的了，干点别的，就是那别的出事了。你们最好照词儿说，你们不要连累我。当然要说正经拍戏，得说是威叔，那是专业。演那戏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出叫电视剧《唐明皇》啊，对，有这个吧？有这出，这是人家是男一号，哎，对，唐明皇，李隆兄，哎，对，这个隆兄是皇上名，别说了，错了，不对吗？隆基，嚯！这个当年这个尺度就这么大呀，不该上来吧，弄不好就掉沟里啊。你是一直就在沟里边了，
说的太亲切了也不好。挺好，挺好啊。过去老话说，隔行不取利。嗯，说你说相声就好好说相声，说相声指着拍戏能红能挣钱，不可能的事儿。哦，串行了。但现在讲就是隔行取利。嗯，人家这儿做到了，跨行多好啊。嗯，我有一朋友也是这个隔行取利的典范。谁呀？实际上就是属于是跨界营销。现在说，怎么？我有一哥们儿就是原来卖糖的。哦，卖糖。哎，后来呢？后来卖胰岛素啊。这点钱不够这孙子挣的了。让一帮糖尿病人给打死了，是吧？多缺德呀！这隔行要取利啊！您给说相声的露脸了，是？哎，不敢这么说，真的不敢这么说。当然，我也为咱们这个行业做了贡献。您有什么？那是努力。我让相声界团结了啊！自从有你以后，只分两派。这么大岁数不要瞎说，你这是喝酒了。您哪年来的？来的北京，你还记得？哪年都来过。哎嗨，最初来北京。最初来北京早了。嗯。哎，你妈没生，不是你还没生呢。没生着二的呢。那您没来多长时间？啊。七十年代。我的七几年。这个老艺术家。有点老吧，那会儿是从吉林长春。对，其实当年那是正经铁饭碗。对，妄图混入北京啊，专业的曲艺团，一个专业的相声艺人。嗯，啊，说他不干了，然后跳出来干别的。没有，是被你们说相声挤兑的，我干不了了，我就不干了。哦，东北说相声也这样，都这不是啊？实话呀，这个都有不正常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，应该这么讲。但是到了北京之后，还是放不下相声。没错啊，你想想，学这行那么些年了，专业院团又待过，他能不爱相声吗？嗯，对。到了北京那会儿，据传说还认识一个北京的说相声的小姑娘。嗯，说相声的小姑娘，不期而遇，你这都该着的事儿。对，那个北京市昌平县，沙河镇大王庄二沟子村曲艺队队长，官不小。有一姑娘啊，嗯，女说相声的，嗯，两个人在一起经常排练节目。哦，那会儿微叔还给人排练呢。是啊，啊，你这个普通话说的不行。嗯，啊，这是批评了。那是人专业院团东北来的。我到北京主要是要学北京话。人家女孩谦虚吗？就女孩老北京啊。是吗？看她乐，你说撒不中。哎呵，俩外地人跟这瞎说什么相声呢？哎呀，天天在一块儿，这个玩意儿啊，这个老话说得好，嗯，日久了生情啊，不是这么说。咱这是要播出的吗？这台晚会？这挑着播呗。啊，中间别加字儿啊。哦，日久生情，日久生情啊，听着还别扭。您还是加上那字儿得了。日久生情，在一起，男男女女嘛，啊，这个干柴烈火，又何况那个十来岁正是那个岁，嗯，何况又是个春天，是吧？嗨，正是交配的季节。哎，我这可得播出啊！当然，这今儿这台晚会那个优酷也录了，网络可以。哎，对，网络可以，谁说的？啊，网络可以，就剪这点播出啊。能播的在东方卫视，不能播的在网络上。哎。我是把优酷喝出去了，反正当时是有这么回事儿。嗯，那会儿情窦初开，一小姑娘一小小子，俩人在一块儿很好。嗯，到后来魏叔鼓足了胆子，我要跟你出去春游。哦，那个年头，哎呀，春游，搁到现在的孩子，春游啊，有你个头啊！是的，那有闲工夫啊？当年就单纯。哦，我约你去踏青。嘿，俩人就约了在那个八宝山附近那儿。那地方有青可踏吗？那地方就体验人生呗。啊，那会儿乍暖还寒的时候，嗯，春寒料峭，正是二三月，八宝山那不是有炉子，暖和点。哎，小我找这地方。哎呀，那魏叔含情脉脉拉着人家，嗯，哎，那谁，那跟你说点话，嗯，看看，啊，明天我带你上八宝山玩去啊。我会带我女朋友一起去的。嗯，诗情画意，我会带我女朋友一起去的。嘿，哎，姑娘看看。嗯，中。哦，我也带着我男朋友一起。哇，
转天早晨4点半，鬼呲牙那个点儿，冷啊！这俩人在八宝山相遇了，拉着手，我女朋友来了，就是你，嘿，姑娘很感动，嗯，我男朋友也来了，哎，在那边停车了，哎嚯，真来一位啊！后来给打出北京去了吗？啊，回长春了啊！这一晃这么些年啊，不管怎么说。今天您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，让我跟谦儿这么高高兴兴的捧您赞美您，我觉得我们很高兴。我还能说点真话不能了？怎么了？这是捧我吗？这还不是捧您啊？啊，我觉得不错，挺好。就没有可捧的人了吗？非捧我不可吗？我们捧谁都这样，跟您说话这还是客气。哦，还有就自己人啊，不合适。这主要是因为您是长辈，我们才敢跟您开玩笑。对，要说别人说的那每句话都得带血，真的啊。一看您穿红大褂就算了啊，出血也看不出来。那原来这是个白大褂啊，嗨，借给他们穿的染的这样啊，还没上台就变色。那是哪儿啊？谁来我们都敢这么说啊，何况您是自己人呢？哎，好吧，那我就算这个。借这么一机会啊，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因为这个确实，曾经说过相声，说实在的不是很争气，说不下去了。您客气。然后就无路可走，然后就觉得影视圈比较好混，就混到了影视圈了。那个混来混去呢，也不是我有多大能耐，这个就像德纲也曾说过啊，他也就是20%。对吧？那个我在这个剧组呢，连2%都不到，哎，我就这么一个人，剧组好些好些人，然后大伙儿呢就拍这么一东西，然后我呢突然就不知道被谁给认识了，然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了。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成的，也不是两个人做成的。那个到北京也碰到许许多多的朋友，当然了，男的女的都有了。哎，男的不用提，你说啥呢？都喜欢，就是高兴。是，是。今儿不光您来了啊，在这个台，整个这屋里边，就是其实大辈儿，除了刚才坐轮椅那几位啊，也就算您算一位。哎，啊，还有一位，我们得管他叫一声啊，是，也在。他很遗憾，他没在台上。他在台上，我们俩能把他说死。没关系，不知道听见没有？我可以骗他，我把他骗上。我这就是说相声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有好事就不能便宜了。也是我的好朋友哦，啊，说了嘛，我们同行嘛。然后这个我还拍过他的戏，他还导过我的戏，我还挣过他的钱。嘿，好朋友，经常也有点来往。嗯，我可以骗他，我就说我出事儿了。然后这说得出去啊？他准来救我。那行，哎，哎呀哎呀，张国立，郭德纲非礼我。哎呀。快来吧！郭立叔，行了，这是给骗来的，这是啊，不是，哎，怎么着了？倒是，嗨，刘维说话不算话，拿了钱了不干活，站台上一句话都不说。啊、刘维他一直都这样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是啊。我说什么来着啊？刚才你们说他，我都在后台听着呢。真的呀？真解气。听得痛快吗？痛快。咱仨人要这么站着胡说，我估计能说到天亮。那个，他现在肯定是不知道怎么结束了。哎，您要是有主意，我听您的。要这样的话，我把这台我交给你们俩，我光看着你们俩，我也不说话。徐老师啊，咱们是再玩会儿啊，咱们是下去喝酒去。肯定再玩会儿，大伙儿也爱看。真的呀？这么着吧，啊，你说，我出个主意。好，咱们刚开始确实是想请诸位上来，嗯，哎，大伙儿一块见个面，聊几句。嗯，现在呢，真没想有什么结束语。这个我知道。冯导呢？好吧，估计今儿咱们也没准备，咱哪天好好聊一聊啊。好，他是爱唱歌的人，是又爱唱歌又爱喝酒又爱烫头啊。你们能改了，再给我啊，能玩到一块儿去啊。嗯，那得嘞，那是今年是德云社20年大庆，是冯爷咱们约一下啊。嗯，30年、40年、50年，您都得来，好不好？50年大，我今年58。嗯嗯，30年之后，现在是20年大庆。对。嗯，德云社50年的时候，我88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抬上来，你能走上来？嗯，真的啊。您跟刘威一块儿捆着。咱们一言为定，好不好？好嘞。
谢谢冯导，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。好，记住了，50年大庆的时候他还来啊。再见，谢谢。